哎呀，走吧，吃啥去？你谁呀、啊？那不好意思，我走错了。等会儿。嗯。你多大了？嗯，我零一年的，咋了？零一年的。你刚才说你想吃什么？姐姐做饭超好吃。星光降落在你的眼底，午夜城市跌进你眼睛。等会儿，先别放曲呢，我想吃。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卤猪卤鸭，酱鸡腊肉，松花小肚，腊肉香肠，十锦素盘，熏鸡白肚，清蒸八宝猪。把安全带系上。啊？哎，不是，哎。进来吧。啊。把门关上。把门锁上。啊？把门锁上。不是。这，你坐哪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啊，行。那个我也是一个正常男人。不是你笑啥呀？哇，我是男科医生。那我不是正常男人啊，我是一个正经男人。过。我去给你倒杯水。Later。这咋还不过来呢？这我听啥呀？啊？哎呀。咋了？这甜水。不爱喝呀，这是考验我呢呀。哎，没错，爱喝，爱喝。喝完了，我给你倒一杯。啊，不是，这说好的做饭，进屋哐哐灌酒，也不给吃菜，啥节目啊？这是。哎呀，我量还行哦。又喝完了，还要吗？说这可是可，但是这酒喝太急了吧，它容易上头。哇，这个是酒啊，那这个是水，那你还要吗？不是，咱们说好做饭的嘛，这是。我们开始吧。被带到家里，一个劲的给我拿。我量还行哦。结果那竟然是他搞错了。那你还要吗？不是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呀？啊，何出此言？不是，这你这都就请我喝酒了，这都是不喝酒干嘛？哦，也对。不是那个，要不我还是回家吧，我这回家干嘛？出了事我会对你负责的。那不行，咱喝酒吧。不是，你喝多了，我给你倒杯水吧。又来，你这掺着喝容易醉呀、啊。这回我能分清了。那这，我要没猜错的话，这是一杯饮料吧？啊？哎，不是，这咋睡着了呢？哎呀，这也不行啊！这，哎，慢点！哎，不行啊，咱可不能犯错误呀！哎，别！这可不让播啊！那个，你等着我给你拿水去啊！你喝点水，我给你等着。嗯，哎，人呢？哎呀，哎呦，主爷，这水可不行喝，走，回去。哎呀，这我要不说什么呢？我可不能重蹈覆辙。不是，那个你喝多了，我就先回去了啊。这不是谁呀？这么晚了。我觉得不是你不够爱我，是这白天不够长。不是，咱说哥们儿，就是实在不行，你换个人吧。他就是说，属于是睡着了，咱就是说。你什么谁呀、啊？啊，你小子给我等着啊！哎，不是，哎。喂，小孩啊，你说这房子来了个妖精，你知道吧？啥玩意儿？啥妖精啊？这个不清楚。
反正把你房子洗劫一空了。啊？洗劫精？我跟你说，别墨迹啊！你赶紧把你剩下的东西全给我搬走。不是哥，这房租我这两天我就那个，我可能需要在你这住上那么几天了。啊？太好了。啊？哦，不是，我说姑奶管理不太方便。哦。这个就是你的屋了。嗯，不错，那你先出去吧，我要收拾收拾。我去哪儿？这是我家。你不是说我一个人住这儿吗？我也住这儿啊，我住内屋。你住内屋也不行啊，这孤男寡女的，万一让我女朋友知道了咋整？你有女朋友啊？没有啊，那万一有了呢？哦，那我想谈恋爱了。你谈呗，咋的？我给你介绍几个呀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那个天也不早了，不行就回去睡吧。赵顺，你困了，你得休息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你睡着了吗？我睡着了。没睡啊。睡了喽。姐姐，你这是走嘛呢？啊，我怕黑，我睡不着。嗯。那行吧，姐姐，那我过去。上。嗯，现在不就不黑了吗？那我就是害怕，怎么办？啥玩意儿？那你一个人咋过来的？以前吧，都是我妈给我讲故事把我哄睡着的。这孤男寡女的，我给你讲故事不太合适吧？姐姐，我要给你讲一个孔融让梨。说有一天呢，孔融看见他妈他妈的搁那吵架，这时候呢，孔融看不下去了，那指着他爸他妈就说：“能过过，不能过就离。”这是孔融让梨。你醒了？不是，我锁门了，你咋进来的？这是留着后手呢。哎，你谈过恋爱没？我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谈恋爱？因为谈恋爱容易让人受伤。谁说的？陶白白说的呀。哦，哎，忘记陶白白，你就不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吗？我不想。嗯，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工作吧。我不要。那我的车你拿去当代步工具吧。走路低碳又环保。软的不吃，那就来点硬的吧。不是你啥意思啊？哎，老弟，我这边有点急事，你打个飞的过来一趟。哎，你这啥？我别动我！行嘞，老姐，省得让邻居误会。五千四百，弟，这车拿去开吧。行，老姐，不过我乐意开车。不过下回有这事还给我打电话啊，扣回绑的，剩下回绑箱走了啊。行，先走吧。怎么样？现在呢？